谢。小缇娜，谢谢。那个小妞呢？但这样我都没有办法一起玩了，我妹就说，所以我不能买，是不是？老妈打电话。今天是休假的一天，又跟着猪妹东奔西跑，忘了涂睫毛膏。她现在在永春教课，等一下要去板桥的山林路。简单来说，我今天又当了跟屁虫。这几天变得很冷，就可以穿好看的冬天的衣服，有好看的围巾。而且听说韩国已经下雪了，今天出去，好想去韩国。树上的鸟要睁不开眼睛了。不可能，我长这样子，这个人这样。不可能吧？还给我喷香水。慧姐的下班时间。好吧，你先起来，快点，我等你。你看你的衣服，他妈的都是有图，我快被你气死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明天就把你的影片都传给你，你会后悔，你会后悔一辈子。好啦，我会收起来啦。谢谢谢谢。谢
我们十二月再见。十二月要到咯。送给十一月的我，来，三二一 ，Go。是什么？我想起来。有人在看我？没有人在看你。那里在看你？没。快一点。他自己为你喜欢你，一句句都是我愿意。他一句见你时候的你，你却激动不已。好了，就笨到今天，谢谢。